28所图书馆在今天同时启动台中学专区，我们把有关于台中学的丛书，还有各类的著作把它汇集在图书馆，那希望大家来借阅，来开读书会，甚至来办各种的文化讲座。那我们也会透过这种图书馆的借阅啦，还有各型的活动，让台中学成为。台湾的一个显学，就从我们的这个写作跟阅读来开始。那我们现在台中写的藏书呢，逐渐的在丰富当中。那除了呢现有的一些民间出版社或者是作家、文史工作者，甚至呢是包括美术、生活、旅游等等出来，让我们的市民很容易呢透过故事阅读的方式来认识台中。那也把以前很多比较严肃枯燥的数据史料透过文学的笔法，让呢它更具有可亲性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很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进到图书馆来的时候，可以在台中学来看看我们这些跟台中相关这么多的书籍。